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竹圣经学院的纪念主日交换讲台，代表圣经学院向恁兄弟姊妹恭祝平安，也同时代表七张教会的弟兄兄弟向恁大家平安，愿上帝稳定喜乐平安，甲咱同在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听，予阮搁一届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。每一届我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的时阵，我的心就好亲像搁一届用着重新开悟的信心、喜乐来到你的面前，要来敬拜你。因为阮知影，今仔日是主你过我的生日。每一届来到你的面前，我要重新得到盼望。定心得到喜乐，定心得到平安。你知，主你甲阮同在，你要赐予阮早起的敬拜，你要赐予每一个来到你的殿里来亲近主的人，空空来，饱足丰盛来回去。因为主你的话充满着平安、盼望加喜乐。愿主你的话今早起就做奇妙的工作，做医治的工作，做信心的工作，来放伫阮的心内。祝福阮早起敬拜，安尼祈祷恳求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台湾有一句俗语讲，叫做“死者活者”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咧形容迄种骨力者贫惰侪的人。听讲以前有一个非常贫惰的人，一天三顿拢贫惰提碗底来食。甚至需要父母给伊饲。有一天，伊的父母要出外几落工，烦恼后生无物件通食，就特别做一挂圆圆形的圆的饼，然后用一条绳啊绑做一个圆箍啊，来吊伫伊的颔仔骨。烦恼后生会记得摕来食，若无会噎巴肚。几天了后，父母回来，发现伊的后生。已经怎样？枵死伫椅仔顶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后生将挂伫阿妈棍头前的饼食完、咬完了后，却贫惰用手来摕挂伫阿妈棍后面的饼来食，最后怎样？活活来枵死去。各位兄弟，这段死者活者的俗语，咧提醒咱一个问题。在这个社会，那种骨力者贫惰侪的人，侪也少，侪也少。同款的道理，今仔日如果咱坦白的话，咱详细来看，那种空占土地，只会晓讲却唔肯做，只会晓坐礼拜却唔肯做主工的基督徒，侪也少。这么少，我不能表示意见，咱自己想。所以今早起在这个圣经学院纪念主日的讲话讲台，我要接到上帝的话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，我要跟咱做伙来分享一个题目：大使命的基督徒。咱台边的人讲，大使命的基督徒。希望会当帮助咱来建立一个真真正正、热心疼主、健康诚实、努力做主工的基督徒。若是安尼，咱赶紧来看，大使命的基督徒，伊需要做啥物？第一，有疼人的表现。咱搁台边的人讲，有疼人的表现，疼人的表现。莱尔伊捌讲过一句名言：疼。是基督徒美德内面最高的表现，证明疼对咱基督徒来讲有重要无？有重要无？有。问题是，咱要如何来做一个有疼心的基督徒？要怎样来做一个大使命的好信徒？头一个原则就是，咱必须要有疼人的表现、疼人的生活、疼人的见证。记在倒位，咱来看《约翰福音》第十五章第十二节，咱要做伙来读。《约
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二节，咱要用白话字的圣经来读。预备，来，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有听恁，这是我的命令。多谢，是啥物意思？上帝话甲咱讲，大使命基督徒每一个来礼拜，咱拢爱问家己，咱是毋是有时时刻刻遵照主的命令去过听人的功课？咱可能会问，主耶稣凭什么命令咱着必须三听？主耶稣要回答你：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无比这较大，我却安尼行。各位请注意，真侪人拢会教导人着彼此三听，但是伊家己所表现的，却根本无一点点的爱心。倒亲像有真高尚的牧师，满嘴的爱心平安，却对少女性侵害；冒高明的医生，满腹花朵的爱心，却答病人讨红包；更到伟大的父母，开嘴合嘴讲疼儿女，却将查某囝杀入火坑做妓女。只有耶稣。只有耶稣，只有耶稣，无简单教导咱着彼此相疼，伊更加亲自做榜样，为着疼世间人来牺牲伊的性命，成证明予你看。所以今仔日咱来做礼拜，如果咱只是抱着听道理的心态，带着冷眼旁观的态度，却毋肯过疼人的生活，上帝会甲咱讲。这款的灵命会健康吗？这款的灵命会当甲主连接吗？这款的灵命会当来纪念主的听吗？所以今仔日如果咱愿意的话，咱拢必须诚实来面对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一届过一届，咱来敬拜主、阿罗主，咱的灵命却无明显的提升，咱的教会却无明显的增长？是不是因为咱已经未记哩主的命令，咱已经未记哩彼此相听的功课？万一如果是，咱必须爱赶紧认罪悔改，然后来敬拜主、阿罗主、服侍主，就好亲像有几个基督徒护士想要带领一个姊妹来信主，但是这个姊妹对因所做的见证根本无一点点的趣味。有一天，一个姊妹看到这些护士在照顾一个破病很严重的小朋友，是何等的顶真、亲切、周到，就大大受感动。伊问因：恁为什么要这么辛苦？为什么愿意无分日暝来照顾这个小朋友？是甚么原因叫恁安尼做？这群护士都回答：这是主的听在我的心内叫我会当安尼做。最后，这个姊妹就表示：以前我总是认为恁拢是清清菜菜公公的，现在我亲目睭看见，并且知影恁是认真的，恁是认真的。无久，伊嘛来洗礼信耶稣。各位，这个小故事在提醒咱一个功课：这群护士是如何成功带领人来信主？因为因有大使命去疼人、去关心人，才会当顺利吸引人来信耶稣。也有韩国孙中央福音教会，号称因有800,000的信徒，伊是怎样会当成长？因为因将福音拓展到社区，伫菜市啊，若是听到有人破病、有疑难杂症，就马上去为着因祈祷，去帮助因，去关心因。最后，咱来看美国
十大精忠教会之一新希望社区教会，因目前有5000人在做礼拜。因如何会当成长？因为因透过485个爱心关怀小组做服务站，去吸引人来认捌主的听，证明今仔日如果咱确保要来建立一个健康、增长、复兴的教会，大使命的基督徒，咱需要做啥物？第一，有听人的表现，因为罗马人书13:8安尼讲，凡事拢毋通亏欠人，只有彼此相听，就常常掠做亏欠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好无？今仔去求上帝帮助咱。咱搭边个人讲，耶稣听你，我嘛听你。有的人检测讲，哎呦，好肉麻哦，讲爱你啊，你吼。但是今日这不是肉麻不肉麻的问题，却是安那亏欠的问题啊。上帝会跟咱讲，我为什么要爱你？因为我欠你，我欠你的。这甲小欠债无共款咯吼，咱以教导拢咧讲哦，翁阿某小欠债，咱毋是小欠债，无欠债，咱是小欠。主要所讲，主要所以袂讲，咱是小欠。咱听人要听几届？咱圣经大家讲，饶恕爱饶恕几届？70个7届。啊，有一个人伊讲，咱听人爱70个7届，70个7届。这谁讲的？你敢知？这我讲的，意思就是讲，要听一个人70个7届，无简单，表示这是无限量的、无限量、永远的听。是讲，咱要听伊，为什么？咱搭边的老公，还是讲搭边的囝儿、搭边的兄弟姊妹，讲我听你，为什么我要听你？因为安那，上帝讲，上帝伊先听咱，所以咱嘛安那用这个听来听咱的周围。厝边隔壁，这个看的听是彼此相欠，是欠的，也佫做了无够，因为主伫我身上所显出奇妙恩典、奇妙的疼痛是享袂完的，所以我为甚物要听这个人？我为甚物要听这个兄弟？我为甚物要关心这个姊妹？因为我欠，我必伫伊的身上来显出我对主耶稣的疼，是相欠的，是欠的。我欠你，所以求上帝帮助咱。咱要听一个人，不是讲哦，我听77个，安尼我有够个啊？不是哦，是不时不准喝着，我还阁无够个。今日的福音就是要帮助咱。回去了后，你对你的太太，不是讲哦，我情人节送一朵鲜花，买一个纪念品，安尼听到有够个？不是，永远的听，是常常抱着欠伊，一直要经营这个听。所以求上帝帮助咱。要怎样来建立咱美好的人际关系？要怎样提升咱信心、勇壮的灵命？就是咱要有听人的表现，学习上帝的话。我是欠你，我还阁无够业，我要加强来关心、来听你、关心你。这就是咱大使命的基督徒第一个咱学习的功课。第二，做主的活功课，咱搭边仔人讲，做主的活功课。吴汉斯伊捌讲过一句名言：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活出基督，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活出基督。可给咱基督徒，咱信主的人，唔是出世，不是出世，是入世，是入世，是袂当离开这个社会，袂当离开这个生活。问题是咱要如何来做一个大使命的好信徒，就是咱需要。最主的活广告，为主来结果子做见证。记伫倒位，咱来看约翰福音15:16，咱要做伙来读第十六节，预备来，毋是恁经我，是我经恁，设立恁，予恁去结果子，佮予恁的果子久长伫地，予恁伫我的名。无论对白求什么，
依旧乎你，多谢。是啥物意思？主要说提醒咱，即来做礼拜，要来传福音，服侍上帝的人，咱必须认明，知影咱的身份，咱拢是主的活工个。可见今日咱来信耶稣做礼拜，蒙拣选做上帝的儿女，毋是要叫你遁入空门，毋是要叫你自我封闭，嘛毋是要叫你对这个社会上退休。咱是叫你在伫这个社会上努力做主的活工个。所以今早起我要甲咱恭喜，因为身为一个基督徒，你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分，就是做啥物？做主的活工个。对我讲一个活工个，预备来，活工个。毋过，咱毋通怀疑了伤早。上帝吩咐咱去结果子，做见证。请问，信主久久，礼拜久久，服侍久久，咱帮忙主耶稣做偌济广告，结出偌济果子？如果到今日，咱有人敢回头回想家己，从来无结果子，无拼出好的业绩，无为主做出水的广告，千万爱小心。这款的人命，这款的状况，有可能在暗示咱的信心已经怎样出问题啊？表示咱平常时结的果子所做的功德，有可能是怎样？是烂的，是臭的，是歹的。莫怪无人要来信耶稣。所以今早起好好求上帝帮助你，要爱小心。主耶稣提醒咱，咱来做主的活功德。不是叫你去跟人辩论，不是叫你去跟人斤斤计较，不是叫你去威胁人来信耶稣，反正是提醒你要活出生命的见证来影响人，做主的活工个来吸引人，知影吗？那是安尼，今早起咱好好来省察思考，每一个咱来做礼拜的心态是如何？我发现有回忧。伊来做礼拜，毋是出自上帝的呼召，是家己咧做决定。因此，往往会发生礼拜迟到、睏过头、无时间来做礼拜的现象。各位，我真担忧，今仔日如果咱来做礼拜是家己做主，毋是出自上帝的呼召，我欢喜来，我就来；我若无欢喜来，我就毋来。我若有闲，我就来；我若无闲，我就唔来。试想，这款的灵命会健康吗？会当讨上帝欢喜吗？请注意，今仔日咱的礼拜有可能是咱听上帝一个小小的动作那点，毋过却有可能会当展现出你甲上帝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、何等的美好、何等的稳固。尤其是你的儿女、亲友、同事，也会透过你来做礼拜这个小小的动作，来判断出你来信耶稣的大信心。可见，当你发现周围、四周围的亲友、儿女、父母，对你来信耶稣做礼拜这么多年，拢总无一点点啊感动的时阵，我袂禁得想要来问咱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因拢无愿意来信耶稣做礼拜？点讲咱拢无责任吗？咱拢无一点点啊责任吗？有一位常常去拜访华盛顿总统的人，伊讲，无人会当阻止华盛顿唔去参加主日礼拜。礼拜日早起，总统的早餐会，拢有真济人客。但是总统从来袂因为这个人客无去参加主日礼拜，来破坏伊敬拜上帝的热情。礼拜的时间一到，伊就无搁甲人客开讲，反正诚心诚意邀请这个人客做甲伊做伙来参加主日礼拜。各位，
这个小故事在提醒我们一个功课，华盛顿总统的信用为什么值得我们的学习？因为他看重主一礼拜超过看重人客，因为他有最主的话功课叫人明白，凡是基督徒我们都要重视什么？重视主一礼拜，证明带使命的基督徒，咱要如何来为主结果子做见证？第二个真重要的原则，就是做主的活功课。因为主耶稣甲咱讲，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四十八节，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四十八节，恁就是这些代志的见证。主耶稣讲，咱就是主耶稣四个话的见证人，咱就是主耶稣伊疼人。彼此三听的见证，咱就是主耶稣赦免人彼此饶恕的见证。所以今天求上帮助咱，祝福咱每一位兄弟姊妹，咱在主的面前，咱拢带一个非常重要的宝贝积分，就是咱是主的活管家，咱拢是主耶稣的名模，咱拢是主耶稣真好的代言人。所以咱来做主彼此三听的见证。彼此饶恕的见证，求上帝赐福帮助咱。就好像阮教会有一个长老，伊今年伫顶个月，伫全国700个各乡镇所推荐的老爸，来到伫全国的中央来选，来选举的时阵，伊选掉全国的模范老爸。700名里面，伊选到第39名，第39名，全国只有选50个，吼，对700个中间选50个，伊到第39届、第39名的模范父亲。啊，这是人的英语，有啥物通好伫遮来乒乓的？这要互咱知影，基督徒的老爸嘛会当做啥物？做模范爸爸。伫迄个社区。那若讲到基督徒哦，这个老爸真正成功，这是模范爸爸，这是一个模范的基督徒。伊疼囡仔，伊经营家庭成功，伊的教育成功，伊的信心成功。所以求上帝赐福咱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拢爱做主啥物？做主的活管家。伫咱的家庭，咱嘛爱做主的活管家哦，毋是伫咱的教会咧做管家那定。求上帝赐福咱每一位兄弟姊妹，每一位同工。回去了后，咱伫咱的家庭，咱拢是主耶稣的名模。名模爱有名模的气质，对不对？什么气质？彼此相听的气质，彼此饶恕的气质。因为主耶稣讲，恁就是这个代志的见证。求上帝赐福咱一个大使命基督徒，咱要怎样带动教会复兴？就是咱要有彼此相听的见证。彼此饶恕的见证，愿上帝耶和华来赐福帮助咱。结尾来讲，有一个牧师在讲道结束了后，有将近一二十个人反应非常的热烈。其中有一个高尚的妇人人要求要讲几句话。伊讲：今仔日我徛伫讲台顶，毋是牧师的讲道感动我。是坐在我的身边这个姊妹来感动我。几多年的做苦工，伊的手变粗，身材变形。伊是一个可怜佮歹命洗衫的女工，从来无发过脾气，从来无埋怨过，从来无做过一件见笑的代志。当我的查某囝望住阮爹，伊用信心安慰我。并且带领我来信耶稣。牧师马上请一个姊妹起立，接受大家的鼓掌，并且表示，伊才是今仔日的甘愿。各位，这个小故事咧提醒咱一个功课：，这个人，伊的见证，就是咧报咱知影，好见证比讲道安那，更加重要。好见证比讲道更加有威力，好见证比讲道更加有效果。所以今早去求上帝帮助咱每一个来信耶稣做礼拜的人，咱来重视什么？
咱要学习什么？大使命基督徒有两个功课，咱要学习。第一，咱要有疼人的表现；第二，咱要做主的话功课。我的永远的有生命创新的功课，就好像阮今日的第一讲，常常在开幕、开幕、话功课，要让人搁一届来，这是一个疼的功课。创新的广告，欢迎人，欢迎人，伫遮来敬拜上帝。完全得照伊家己的话，互咱会当伫主的内面建立一个真真正正热心疼主、健康诚实、努力做主工的基督徒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的疼，互我伫你的面前会当搁一届来学习。我就是主耶稣，彼此三疼，彼此。三下面的见证，主啊帮助我，让我对答了后，我开始将主你的信心、爱心、盼望落实在我的生活里面，让我在我的家庭、在我的工作、在我的公司，我会当做主你的活广告，会当有疼人的表现来应当主你的性命。主啊，求你甲我同在，我气力无够。求你时时加添阮信心甲智慧，通真侪主你所欢喜的基督徒。祝阮在座遐个姊妹，若是有人心灵欠安、肉体软弱，需要医治的，主啊，求你医治、怜悯、赐平安、赐稳定、赐喜乐伫阮的身上。安尼感谢、祈祷、恳求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